哇，感觉下大了呀，这个雨，再抛一杆躲雨去。哎，走你！哦，光高不远。看能否再中一条鱼。来，雨神的名号名不虚传，太狠了。天气预报都变得不准了，必须得下雨。哇，下得越来越大，你看，都得去躲雨去了。躲到这儿，躲雨。他们这个还可以，这就凸显出这个台钓的优势了，就是在什么样的天气都能钓，只要有把伞。我呢就只能是收竿。等雨小一点再去钓。不行了，没事儿干，在这玩玩游戏吧。你没有看错，就是这款撸啊撸手游版，拳头公司荣誉出品。下着这么大的雨，已经憋不住了。一直在等雨停，雨一直不停。我要开始钓鱼了，冒着雨钓鱼，这赢得有多大？就这样，在这儿甩到那边去，然后躲在这个帐篷里边慢慢拉，只能这么玩了。刚刚钓起来一条脱钩了。这证明还是有鱼的，雨是越下越大了。来钓呀，阿婷，不敢钓了，小鱼太烦了，还得让我去取它。别动，赶紧给你。丢了，我好钓大鱼。来条收竿鱼，结果来了两条。哦，这个感觉还可以哦。上面的条还挺大的，可以。正好说收竿，就得了两条鱼。先让你们板一板，板够了我再取。愣是把我自己扎了一下，别跳，愣是被扎了一下。帐篷到了，帐篷到了，需要去取。哎，需要的话就去取嘛。你还板不板？你要板的话，就先板个够，板够了咱们再来。再慢慢的取，这个挂的 ，OK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收获，看有多少鱼。最大一条就是翘。点个灯。其他的都是。对，这条翘嘴应该是最大的啊。应该都是白条，就这条翘嘴，对，这条翘嘴最大了。这是我靠，还昂刺，不能用昂刺，对，一会儿扎了就爽了。我这个人就不喜欢麻烦，所以说我就喜欢这个杆。你看，收下来就这么短一颗杆，然后拎着一袋鱼食就可以钓鱼了。今天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，阿挺开车。然后我们要去扬州市吃东西，吃完东西再把岳东送回来。感冒快好了，就可以开车了是吧？好，我终于可以休息两天了。这两天开的我呀，哦，又到了，到扬州啦。
好久好久没有过来这边了，是我们之前住酒店的地方，然后走路过去。托尼老师的福，托尼老师，托尼，托尼老师。哎，我们走里边吧。吃那个牛肉锅贴时候，发现旁边有个叫半仙儿足浴的。啊，足浴都没有，半仙豆腐，足浴都没看到。对，豆腐豆腐。我们这儿一路也没有那个雨伞，淋着雨就过来了。就是这家浇头面，搞起搞起。我要一个牛肉的。啊？我要个。牛肉的，我要牛肉的，我就只要个牛肉的。来了，吃碗牛肉的，依然是熟悉的味道啊！喝瓶维他奶。嗯，香啊！吃完饭。下这么大的雨，哪儿也去不了了，只能在这个餐馆里边坐着等雨，等雨变小一点了，就坐着吧，太大了，走不了了。啊，等了好久，雨终于小点了，我们可以冒雨前行了。好点了，比刚才好多了。比刚才好多了，但是还是大。其实，走吧，走吧，顺着边边走。走吧走吧，现在回到了营地。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旋律啊，营地都好多人，歌词方面写的是非常的成功的一首歌曲，全都已经这首歌曲是当年罗大佑创作并且演唱的，献给其舞蹈。看着大家都有自己的房车住着，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别说心里边还真羡慕，好想好想赶快这个自己的这个车能够弄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住进房车了，对吧？啥时候才弄得好啊，好羡慕他们啊。来看看月龙的这个新神器，用我们的这种高压罐去当燃料啊，点了两个小火苗当灯，还挺漂亮的，这个挺科学的，听说是可以点很久，等那个月龙试一下。现在要准备走了，隔壁这个车是没带线啊，用的底子发电机开了，来听听这个声音，发电机声音还是很吵，然后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还很大，对，就柴油的那个味道，在营地里面开的话，其实还是很扰民的。这还不过现在还好，现在只有七点多，所以说就还好，大家都没睡觉，非常高频。所以说这个发电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如果说长期一个人在野外玩那是挺好的，但是要牵扯到在住营地的话，或者是去一些人多的地方的话，发电机我就觉得有点过于的吵了。不管你有多静音了，还是吵。对对，那老哥过去看了，太吵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房费啊，好。您大概准备去到什么时间？我看我上次交了500。对，500现在已经欠了，今天的房费已经欠了。啊，好好 ，OK。那再付一下。天气，今儿的天气可真好啊，居然有蒙蒙的太阳，虽然是多云。啊，没想到月龙来了也还会有好天气的，看来月龙这个雨神的名号快不保了，嘿嘿。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，先遛个浪浪去。来，浪浪这边，走你，走。天起了，今天我们早早的去厂家，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。啊，然后我们
去商家处理点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厂家，然后过去那边和他们谈点事儿。还挺，早上没有上厕所，急的。他们还在忙最后一点事情，然后我和阿挺在这边等一下，我先去把这个花给弄了，感觉这花快死掉了。这是水培的花，要把这个土给洗下来，就正好就洗到他们这个草地上，把它根露出来。没明白，这个植物也可以水培吗？很神奇。把这个根给洗干净。这里边装点水，插进去。和阿挺在厂家去把这个我们车的事情去落实了一下，然后呢现在去找月龙去吃个饭。滴滴专车为您服务。哎呀，中午好。接上月龙，我们就准备在这附近吃个东西了。吃完了之后呢，我好钓鱼。吃饱了喝足了，我们又来渔具店逛了。他们要买七星漂，今天准备钓七星漂加蚯蚓。上面可以临时钓的时候放的红。准备买这个装蚯蚓的盒子，觉得挺好的。月龙有个小的。但它那个太小了，装不了多少蚯蚓，就这种大的要好一点。这样的话我们买了蚯蚓之后就不用用那个盒子了，通常那个卖蚯蚓的那种盒子都比较差，这个的话它上面有气孔。哎，打开一下，然后还有夹子可以去翻找这个蚯蚓，这边是气孔，然后下边有这个垫，有盒子，买一个。我买完东西，月龙要过来拿他的包裹，然后弄好了之后我们先去那个营地那边，然后最后再去钓鱼。那既然他们在弄包裹，我就先去里边看一下我的房车吧。哦，我的房车正在弄了。哎，窗框好像已经都装上了，搞电啊这些，上面吊柜弄好了，然后这边带装家具了。对，先让他们把这边稍微清理一下，然后带装家具。好嘞，那看来这就是我的柜子是吧？对，这边都是。哦，这些都是我的柜子啊。哦，整个感觉还可以，做得挺细致的，这些包边啊这些都做得挺好的。那我们要的是几个这样的抽屉柜，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拿东西，然后也比较深，也可以放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是放冰箱的，这是一个冰箱的柜子。啊，这是我做的吊柜。哦，你看他们家的吊柜就会比这个原厂的那个吊柜要深，原厂的那个做的那个吊柜很浅，其实放不了什么东西，然后还是异形的，就基本上很难用，反正就是很难用，所以我特地要求他们还是多打了几个这样的一个吊柜，啊，上装就很快了。这两天应该是那个就是
没有沟通好，所以说导致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进展进度，实际上他们这两天没工作，一直在做柜子，还可以，还不错吧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他们的吴总，抬手，对，特意给我来盯这个活儿。我的这个顶部的这个柜子已经装好了，看，空间还是蛮大的。这些东西到时候要给我做收尾。拭目以待，我觉得还挺满意的。从现在看下来挺满意的，这个整个柜子的边啊这些会比这个要好得多。然后你看看那个这个柜子上面就空间就很窄啊，他们现在做的那个柜子空间就比较大，也就可以放很多东西，虽然说颜色有点不一样。对，到时候我和肉索会去给他贴一下这个边，让你看他这个封边都全部做好了，挺好的。到时候去贴一下，因为就不换这个柜子了，想着迟早要换车的。嘿嘿嘿，门神一笔是一笔。